由嗰日開始就我就覺得佢人生冇希望，因為一個咁好嘅朋友，佢都決定唔幫我嘅話咧，其實我已經知道喺我人生裏邊咧一個盡頭。咁我就去到城門水塘咧，想攬只腳咧就落咗去。咁當佢攬落去準嗰陣時咧，佢就望住個天，佢就話：個天幫到我咧，我下一世希望能夠再做人，我重新做人，我要做一個更好嘅演員。咁佢諗，但係我可能未必得嘅喎，可能我下一世係做牛做馬做狗，未必一定做人嘅。但係如果希望做人，我而家都仲係人啦，我點解唔可以而家重新開始咧？佢諗完嗰句之後咧，佢攬翻只腳翻嚟。回到家